好久没有看《龙纪元》，都忘记之前做到哪里了。回复完之后，上次是在慢慢接近法师的营地。这个影片已经是一个半月前的，we travel to Val Royo now, Seeker? The breach isn't going to close itself. Indeed. The sooner we obtain the breach, the better. 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翻译，就放生吧。这里居然有个裂口。菊花被冲了，哦，不是冲我，你觉得这个裂口难度不是很高？你就一个一个过去看吗？我听到有喊声欸。这里不太像有人在打架的样子。哎，居然是陷阱！重复控场，他根本躲不掉啊，注定要被击倒。
嗯，这个应该是在外面。捡东西的时候，这种感觉又是那个诗，讨厌的诗。泰达光明府之诗，阿福之母第六节。泰达光明之府，他引以为傲的部落，从底下肥沃的土地解放，在战斗中强化，以战斗为粮食，借由斗争，他们变强了。洞窟深处。石头者们的部落，黑恩德的战士喊叫，强力放出光芒的铠甲，常见的刀刃与拿斧头的部落相遇，他的恋人和泰达说话，温柔的细语让他软化，矮人的心被切开了，诚实对此感到骄傲，因此他说，去了解矮人的部落吧，在他们应该在的洞窟去交易，不去战斗，给予黑恩德的矮人不混乱的和平。到处都是这些冰柱，哎呦，有骷髅哎！又一个。泰达光明府之师，阿福之母，第五节。泰达光明之府大胆的涂上血，将他的部落带到平静的大地，追赶着剑的部落战斗。感受到离别的痛，寻找逃去的地方，阴雪让山顶变滑的山，寒冷的风，找到可以拯救部落的洞窟，但龙的火焰照亮夜空，没有可以破坏的剑的野兽一边发出声音一边靠近，群山脱去了冬天的大衣，泰达对叶尔的恋人喊道，比起王冠，我选你。雷电分开了卷起的雨，将高傲的极致砍倒。龙倒在瓦砾中，与地板的震动冲突，使他崩溃。我觉得那个法师营地应该快到了，一直有一些吵杂的人声。Sense magical energies ahead. The mages cannot be far. 找到了，那就要先把守门的杀掉。哎，怎么会有人拿剑？你不是法师集团吗？哦，刚被卡森德拉拉过去了。专心输出就好。
还有两个。好像没有很强欸，怎么跟我重置人物之前打的时候感觉差这么多啊？相反属性的伤害，那我们也可以扣啊，有伤害啊，那还是给索拉斯来好了。打破了，那所谓的相反属性只是说好玩的吧。哎，糟糕，干嘛？我看硬了，他中了一个陷阱，血还满满的。感觉玩盾战士或许也不错，都不会死。有人很痛啊，就算全部没了。我打出来都是一，我以为他们只抗冰耶。结束了。Refugees should have an easier time on the King's Road. I believe the Renegade Templars still present a problem, however. 这把枪看起来好像挺强的，紫色的框。你们的东西通通都搜刮干净。这边做完了，接下来要去，我也不晓得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哎，不然我往这边再探一探好了。虽然说重置角色之前有来过这里，但是地图都忘记了。
动物的话就是用火攻。左边有一只，两只，三只，总共三只。烧！新的资料哎。No normal wolf would fight with such determination. The breach may have driven them mad, or perhaps a demon took command of the pack. 看看吧。血莲花，别想试着放弃。我们听说你是最适合的，所以跟你签订了契约。去年为了女帝的冬至舞会，将200株开花的白玫瑰弄到手的是你，对吧？到目前为止，都让女伯爵忍耐着。我不明白为什么让她的庭院的泳池放满有这么困难。恐怕对她找借口已经没有用了，而且她不会接受用黎明莲花妥协，因为是白的。花和丝质顶棚没有配合的话是不行的，绝对不行。暗紫色、暗红色，就算说有安全性的问题也没有用。我们没有在担心客人的安全问题。如果说为什么的话，就算空气中充满莲花味，使他们看到幻觉，只会让那晚的气氛更嗨而已。就算落到需将人送到费洛登的泥炭沼泽的下场，也不关我们的事。去把花弄来。侍从长洛朗给园丁安博维克林跟女伯爵达尼夏天云游会装饰有关的信。如果根据凡尔罗伊欧斯的传言，侍从长好像成功说服了园丁长提供120株的莲花。虽然大部分的意见是认为派对办得很成功，但那晚结束时，宾客有12人在草皮上，3人在泳池里睡着，一个女人咬了大理石做的女伯爵父亲的雕像，而失去了数根牙齿，似乎是因为她认为雕像是蛋糕做的。黑狼，我有收到斥候寄给我黑狼采取不符合习性的行动的报告。天的裂口引发了帷幕前所未有的混乱，说不定环境变化是造成狼不自然攻击性的主因。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下，影响范围会有多大还不清楚。这个不安定的环境会给狼带来多少影响？受到影响的狼会对狼群中有抵抗力的个体造成怎样的威胁？对人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有更进一步调查的必要。审问会研究者的见习魔法师米列伊夫给探索骑士潘塔奇斯特的报告书。有一只，它居然不是目标，然后就低着头。Hello， 不能宰杀就算了，你这样讲好坏啊！再走过去好像就是新的区域了，我不想那么早过去。我觉得我要先往回走，把这边的几个解决掉再过来。
还有人呢、啊。等一下，好机会。那边居然还是多一个，糟糕，他没有被吸掉。我知道，我看他单挑了。他们解决完了吗？安泰海恩德拉会优先帮助我，还好没有队伍里面雷克鸟就只有我一个，不然大家都一人拖一个人，海恩德拉就扛不过来，被大家不知道帮东帮西。点个技能吧，我把我自己点野火，就是范围技的进阶版。然后索拉斯也升等了，那我帮索拉斯点一下这个精神风暴，可以让敌人范围晕眩的。好，我们继续前进。圣殿骑士吧，看他拿弓。砍不到我的二，刚刚说完就被砍中。看他跑这么快，两个一起打，动得好。Construction is progressing well in Kirkwall. I know things are bad there. I wasn't trying to. You weren't trying to remind me how bad it is in Kirkwall, so you decided to talk about it? About its recovery.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are the buildings, and even that will take years. People don't recover so easily.他们都很喜欢讲话里面带刺，真的很奇怪。我刚开始以为一个人，打了之后发现有两个人，最后有三个，搞不好有四个，有人可能已经死掉了。刚刚一打下去，火焰好像打了三个人吧。不过敌人怎么都这么弱啊？感觉他没有碰到什么会打不赢的敌人。
被叫着魔法师的碉堡，对，必须和那些不会思考再行动的笨蛋一起被恐惧束缚感到烦躁吗？来女巫森林吧，跟着标志来成为新的神吧。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就是神，由大且兴奋的手所写的万属明信。嗯，我好像走回刚刚的地方嘞。我们这集刚开始啊，就是在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嗯，还有东西没捡，应该是没有来过的地方。好像大家要升级了，我们来点一下技能好了，帮卡珊德拉加一个防御，让他更硬，毕竟他就是要扛伤害的。再来瓦里克就给他一个毒好了，增加持续伤害，我们这一队都是持续伤害的。看我的火攻，瓦里克的毒，居然是禁止使用。我要他推荐使用，只要能用就用，疯狂的用。还是一般使用就好，推荐，推荐好了。那我们久违的暗龙纪元就到这咯，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再见，拜拜。